哎呀，半天才开门呀！啊，你们是不是在干什么呢？哎呀，我们工作呢。你快倒热水。嗯呢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喝这么多啊？哎呀，太生气了！来，快喝点水，起来，起来。不喝白的，我要红的。这是水，水。墨水。有事说事，限你半个小时之内说完。李森南，你有没有良心啊你？你有没有良心啊？不打他。我问你，你那个朋友何玉成，他是个什么东西他？他是什么东西啊他？跟我说说何玉成怎么你了？我给你打他去。何玉成，啊，你求我。他怎么你了？他亲你啊？他为什么亲你啊？他喜欢你才亲你、啊。可是，可是他亲我就算了吧。从昨天到今天16个小时，不对，比现在6个半小时他都没有任何表示呢。你说他什么意思呀？他不是，怎么这样啊？这个人，他怎么亲你啊？他突然来亲你啊？我完了，已经。那为什么不联系我？他什么意思呀？他就是他怎么这样？这个渣男，哪天我们去找他对质。找什么事儿？来一场。来啊。下，球打得不错啊，等我换上鞋。胡亚妮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办啊？我还有事先走。是不是男人啊？拿出点担当来。哎呀，不是我不想负责任，就是。是什么？他总把我当小孩，管我叫弟弟，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喜不喜欢我。上次我们俩那个，我就是想激他一下，没想到他就直接跑了。我看他那么生气，我以为自己彻底没机会了，就没联系他。华亚妮说的真没错啊。什么意思？感情是两个人的事，外人不好做评价。不过你要是连他喜不喜欢你这件事情都搞不明白的话，那你真的就是个弟弟。不管怎么样，总归要给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做一个了结。祝你好运。下次打球别穿拖鞋。哈哈哈哈哈！吴总好。嗯。叶璇，你是不是去资料室翻过东西的？你有跟设计部打过招呼吗？啊？吴总，不好意思啊，
我不知道。公司流程你都不知道，懂不懂规矩？是不是不想干了？吴总，其实这件事情，对不起啊，都是我的问题，我愿意接受惩罚。最后一次啊，再有一次，自己收拾东西给我走人。叶璇，没事儿，吴总就那样，他说完就没事了，你别想太多。再怎么说都是我的问题，要不我去找他说清楚吧。哎，你可别啊，你傻不傻？万一他一生气，转正不就前功尽弃了吗？叶璇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谢谢你了。要不这样吧，这周末我请你吃饭，就当赔礼道歉了，好不好？嗯，我请你吧，我知道一家餐厅特别好吃，你肯定喜欢。吴总好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叶璇，你多大了？吴总，我二十三。二十三也应该长点脑子了吧？对不起，我一定不会再犯错了。我没说这个，我是说你交朋友。交朋友？我回来了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我都快累死，今天一天陪吴凯跑了三个地方开会。晚上还要帮他整理会议纪要，我真的不行了。哎呀，辛苦啦，我的大甲方。嗯。吃饭了吗？吃了，我请同事在志雅轩吃的。这么快就交到朋友了？别提了，还不是因为你那些粉丝，你不知道我在奥克待的有多难，他们都以为是我把你给挤走了。笑，哎呦，苦了你了。嗯。这是谁啊？杜小云，他刚来市场不一个月，之前在设计。之前那个任心堂的资料，就是他帮我一起找到的。哦。怎么样？这美颜开的也太过了吧，哪像你啊？这怎么不像啊？直男懂什么？我不懂。嗯，我不懂，我是你男朋友吗？哎、啊，我懂不懂啊？什么意思、啊啊？懂不懂啊？不懂吗？哎呀，不闹了，我洗澡了，困死了。啊。王工，把那边的地面清一下，有好几颗钉子。嗯，好的。像这样的脚手架都不能放在路中间。哦，这螺丝还掉，赶紧找人修一下，这都安全隐患。快去吧。小陈，老樊，快点，给你修一下。喂，南哥。天宇。啊，南哥，你说。我给你发个微信号，你帮我查个人。哦，好嘞，南哥，没问题。来了来了，吃饭了。来了，兄弟们，吃饭了啊！来了啊，兄弟们，吃饭了啊！进。吴总，您找我啊？嗯。
郑雅萱这个月的美食榜排名你关注了吗？关注了，我们还是排第一名。光是第一是远远不够的。你知道美食评论家陶天蓝吗？我知道陶老师很有名的，经常在网上推荐一些好吃的餐厅。那我为什么没有见陶天蓝推荐郑雅萱呢？难道你没有想过去沟通一下吗？我有想过吴总，但是陶老师太有性格了，而且他从来不接商业推广。我给你一周的时间，让陶天蓝心甘情愿地去推荐郑雅萱。怎么，这么简单的任务都完不成吗？可以完成，但是吴总，我有一个请求。说。我想找个帮手。我现在手里太多活了，我就算有三头六臂，我也完不成了。行，外边的人随便抓一个。我想找杜小云帮我。你确定？我确定，他很好的。完不成任务，你们俩一起走人。保证完成任务。不好意思，小云，我来晚了。没事，知道你工作吗？我先去打饭。哎，我给你带了。啊，坐。尝尝看，今天早上特意给你带的。来看一下。哇，好香啊！谢谢你啊，小云。没事儿，我应该的。我还没有谢谢你向吴总举荐，让我和你一起负责陶天蓝的工作呢。我提前没跟你打招呼，我还怕你不愿意呢。怎么可能啊！我如果能顺利完成这个工作，就能留在市场部了。太好了，那我们一起加油，搞定陶天蓝。好，先不说这些了，赶紧尝尝看，尝尝你的手艺。手机也没坏，真是想都不带想。难道他真的对我没意思吗？市中心花园等你。来了。你约我来这儿干嘛？也没什么事儿。有话快说。我问过了，现在装修的事情是李泽南负责的。你现在应该闲着没事儿。哎，你调查的挺清楚啊，怎么想我了？对啊，我想你了。怎么，怕了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那天回去之后，你有没有想我？我没有。没有的话，喝醉了去找叶璇。不来找我，我爱找谁找谁，你管着吗？你要再问这么无聊的问题，我可走了。你喜不喜欢我？
啊！怎么了？过来，过来，快点，快点！一惊一乍。看，雅妮姐跟成哥在一起了。问问。问。怎么挂了呀？挂了，不对劲。忙着约会呢，以后再聊。啊，这么晚了还在约会，成哥可以呀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这话里有话呀？哎呀，没有，你最厉害了，你是人中龙凤。自然天下第一厉害，哼，这厉不厉害啊？不得试试才知道吗？错了错了，错了就完了。那我给你按摩，行吧？李老板辛苦了，每天还要洗碗、做饭、擦地、洗衣服。哎。最近怎么没有听见你抱怨吴凯了？吴总最近让我找一个美食评论家，我给他发私信了，还没回我呢。美食评论家谁啊？陶天蓝，你知道他吗？哎呦，那你还是别发了，他不会回的。你怎么知道？陶天蓝呢，性格古怪，很少有人能联系上他。别想了，洗碗去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而且这是李总监之前共事过的同事在邮件里跟他说的。他说陶老师始终保持着80年代的种种风格，虽然也有社交网络，但仅限于编辑，然后点击发送。那我们要怎么才能联系到他呢？还有别的门路吗？也不是没有。你看。这是他发的淮南路的一家新疆餐厅，他写不过离家十几分钟的美食。还有这个是岭南路的一家甜品店，他写道回家前总会路过又不忍错过的甜品店。还有这个这几家呢，我在地图上看都离得不远，而且这附近符合陶老师的风格的住宅也只有三处，棕榈泉、丽景、麒麟。你再看这个，这是他分享的窗外的风景，丽景、棕榈泉各一角。综上所述呢，就能证明陶老师就住在麒麟公馆。叶璇，你也太厉害了吧。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厉害，就是这个陶老师太不注意个人隐私了。以后呀，我们发照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开关键信息。但我还是有个疑问啊。你看，我昨天查了几乎网上所有的资料，陶老师他要不就是分享满盘的美食，要不就是空盘，再加上他也从来不参与什么商业合作，所以没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啊。你知道他长什么样吗？叶璇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雅妮姐，我有件事儿想麻烦你一下。欢迎来到巴巴艾德。我回来了。哎，小燕。嗨，磊哥，嗨，李娜。
嫂子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垂头丧气的？工作的事儿。工作？发生什么了？你这件衣服有点眼熟啊。眼熟？不可能的，我这个可是私人定制的，全上海只有三件，你看别人穿过不啦？哦，聊什么呢？哎，哟，南哥，你来了。哎呀，回家吧。走啦，磊哥，走啦，丽娜，拜拜。哎呀，真是伴君如伴虎啊。哎，丽娜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还有些工作没忙完。郭天磊，你呢？你不是家住特别远吗？啊，有应酬。应酬？你不是会计吗？哦，你会计也有应酬啊？徐总安排的，别问。下班不积极啊？脑子有问题。走了，拜拜。打死你！三下，怎么你不敢？不是，为什么呀？你恨他？不打算。干什么、啊？徐总，天凉了，您不能这么睡觉，来披个点衣啊！嗯，你是我们八八爱的顶梁柱，不能倒下，睡着了。哎呦，你叫我是吧？哎，哎，您这么躺着，脖子是不是不太舒服啊？我感觉，真的有点酸，帮你按按啊。哎，怎么样？力度还可以哈、啊。还行。哎，徐总，你这不对啊。这怎么有个结节？哎呀！什么病？不是不是，徐总，你听我说，这结节都是这么画的，哪有这么你这敲啊？哎，不是，那就去干活。眼熟？不可能的，我这个可是私人定制的，全上海只有三件。叶老板的甜点到了，今天没有榴莲，只有芝士的。李泽南，你跟毛天宇到底瞒着我在干什么啊？叶璇，扭头，
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去，不是吧？这个什么时候拍的啦？毛天宇，我。好了，是我让天宇去查杜小云的，因为我怀疑杜小云就是偷拍和举报的人。他？对啊，虽然举报是匿名的，但是 IP 地址显示的是新港小区。这两天天宇天天送他上下班，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杜小云就住在那里，而且奥克没人住那儿，你懂了吧？所以天宇，你一直在出卖自己的色相。哎，我就是跟他吃吃饭、逛逛街、聊聊天呀。我绝对没有做任何越界的事情。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还有你，你调查杜小云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毕竟是你在奥克交到的第一个朋友嘛，在没有确定的情况下，我哪敢扫你的兴呀？你就是觉得我根本没有应对职场人情世故的能力。哎呀，话也不能这么说，我们家南哥呀是关心你，对不啦？你，其实不光你们怀疑杜小云，我也怀疑他。啊！之前我不是在帮雅妮姐做郑雅轩的视频号吗？一直都有恶评，但是不是很多。我后来不是帮雅妮姐拍过两期吗？恶评铺天盖地的，还差点害得巴巴艾德和奥克失去合作。丽娜当时说这些恶评有可能是买的，但是我关注于内容，其实没怎么在意，因为我被骂得最惨。所以我有留意其中一个账号，它是一串字母加0605，但今天我无意中发现杜小云的微博账号结尾也是0605，我就突然想到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我就查了一下，结果真的是他。后来我又让雅妮姐调了一下那天在郑雅轩的监控记录，发现他在录音。哎呦，哎，南哥。我申请取消这次行动，我搞不定他的呀。这个呀，就得问你成熟又冷静的大嫂了。大嫂，那怎么行呢？以后还是要靠我们魅力十足的毛总监。还有5个小时。不到5个小时了，念叨什么呢自己？今天好不容易按时下班，原来想跟你好好放松放松的，现在距离睡觉不到5个小时了。所以，你要继续跟我生气吗？哎呀，别生气了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不跟你商量，低估你的能力。其实你自己可以完成的很好。哼，你是小猪佩奇吗？哼哼唧唧的。这样吧，你想个事情惩罚我。
我啊！怎么样，老天蓝有消息了吗？嗯，找到了，但是我还没想好要怎么跟他聊呢。也联系到他了？联系到了，今天晚上我们就约在他家楼下的咖啡厅聊聊后续的合作。这么快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联系了之前市场部的毛天宇。毛天宇一听说我要找陶天蓝，立马就把地址告诉我。这么容易？我也没想到。但是呢，我还没跟公司汇报，毕竟毛天宇已经不是奥可的人了。小月，你一定要替我保密，等我谈妥了再汇报。行，你放心，那我等你的好消息。啊，我先去送个文件啊。喂，喂，天宇，你在忙吗？哦，我不忙啊，怎么了？我听说你认识陶天蓝老师，真的假的？啊，是啊，陶老师我可熟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最近工作上需要跟陶老师对接一下，但是我听说陶老师很难约的，你能帮我约一下吗？哎。那个市场部的叶璇好像最近也在办这个事儿啊。你们俩不是一起的吗？啊，因为叶璇他太忙了，然后我又正好跟他一起负责这个事儿，所以就想说你能不能帮我提前约一下呀。哦，你说这个叶璇他临时有事儿，怎么也不跟我说一下呀？害得我差点放陶老师鸽子。行吧，这件事交给我吧。你想什么时候见他呀？今天下午可以吗？今天下午，没问题，我给你安排啊。啊，喂，嫂子，你刚刚都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就按他说的办。好，那先挂了。陶老师，你好，我是奥可集团市场部的杜小云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，请坐。好，您看起来真年轻啊。谢谢。你问他找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杜小姐，请问您这次找我是为了什么？啊，陶老师，我一直都非常喜欢看您的点评。这次呢，我们公司负责的是郑雅轩的宣传工作，我第一个就想到了您，所以想请您帮我们写一篇美食评论的文章。你要是真的喜欢我，就应该知道，我向来是最厌恶写商业评论的。陶老师，我知道您一向不愿意写违心的评论，但是郑雅轩的评价一直都挺好的。啊。有机会的话，我请您去试吃一下，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是吗？可是我看郑雅轩的用户评论基本上都是恶评，我还是没有这个必要了吧。陶老师，那些恶评其实是有人买水军恶意攻击的。哦，您可能对这方面还不太了解。那看来你还挺了解的嘛。你做过吗？哦，怎么可能呢？您放心，绝对没有。那就好。想喝点什么？这一块我还比较熟。